条不论粗细，装叉不论岁数。我是你的教练杨晨大神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你的教练杨晨大神。这一周的教学是教大家一个正手发高远球，那训练笔记就是根据这周教学来进行一个实战的训练。那发球的细节，所有的教学都在我的微信公众号杨大神里面去找一下啊。这里不是去教你发球，是在练发球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问题，然后帮大家来及时解决。技术教学是在前面，对吧？我们的内容是这样子，就是所有的训练笔记是紧跟着我们的技术教学后面的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发球的动作。该教的都已经说差不多了，但有几个重点你们需要了解一下。就第一个重点呢，就是在拿拍的时候，你看这个拍子一定要拍面向下啊，千万不要这样拿，这样拿是发不好球的，懂不懂？拍面一定向下啊。第二个重点是脚跟胯要用力，用力的同时带动手挥完。然后如果你想你的球速快一点，你的动作一定要挥完，不要挥打到球停了，千万不要，一定要把这个动作挥完，把动作挥完，挥完整它才会球速才会快，你挥一半这个球会很抛啊，明白意思吧？一定要把这个动作挥完整，拍面向下啊。现在来那个小高先开始拍面向下，这我告诉你啊，这都可以随便你，但是拍面一定要向下就行。好，来准备好，来发，哎，很好，再来一次。哎，我跟你讲有个动作很丑啊，你不要发的这样搞一下，这干嘛？摆尾巴呀，架好走，干净利落一点，不要加一个抖手，拿好直接进，对，这样才看起来比较专业，才干练，别抖啊。可以侧一点，还是有点太重了，你发球的时候侧一点，侧一点啊，侧身进腰力量会大一点，对，把这个动作做连贯起来，来再来，对，好球，来进，很好，再来，很好，发了流特别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要发高一点啊，再发高一点，很好，动作加好，最后再发两个发好的，好球，这个球发得很牛逼。 OK， 够了，换一个人，钉子不站好，左脚再往后那边去一点，那边这里，对对对，拍面不要翻，对，拍面向下，好，来走近，对，很好，别急，站好，你急什么？站好，把动作站好，站清楚，看一下，好，走，动作还是卡住了，球扔的有点近，球往远点扔，对，还可以啊，还是有点卡住了，球扔的太近了，你的手臂伸不开，你是这样缩住了，拉远一点，对，对，把动作做完，别急，对，好球。切拍，你准备的时候拍子不要翻，向下，拍面向下，对，直接推出去，对，这个还可以，不错，好，可以了。还有一个很好的训练方法就是正手颠球，那就拿个球，去把这个球，像我们发球跟发力一样，对吧？这样好吧，颠起来，去练这个连续的颠球。你又可以找到这种感觉，再加上这个身体的转身的感觉，其实这个发高远球不是很难，就多练颠球就好了。然后动作一定要做完整啊，千万不要做一半，你是不够侧身，你太正了。你知道为什么要侧吗？骗别人啊。你看我这样，我发短球我不好骗啊，但是我这样，哎，就是会不会逼真一点，对不对？你正着发你是可以发好，也可以发好，当然没问题了，但是你要骗别人你就不好骗了，对不对？我这样做我逼发球打，对吧？好，下一个，哎，这可以骗到别人，跟刚刚那个吊球的原理是一样的呀，是吧？好，那今天的发球的训练笔记就到这里，然后希望大家有所收获吧。微信公众号杨晨大神，记得关注，就这样，拜拜。更多羽毛球教学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杨晨大神，谢谢大家支持。